的，但其实很多很多很多歌曲哈、啊、都会一些，就是我们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一定会写到情歌这一块。那那首歌呢，算是一首就是觉得分手之后，但是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自我反省的，就是结果，就是都是自己的错，才会让这件那个感情结束嘛。那接下来这首歌《少女是我的错》。监听再大一点点好了，控制的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心给你温柔，让你独自一个人守候，很寂寞的时候。对不起，是我没分享你的温柔，你这样疼我，让你心痛。